人生苦短梦偏长，谁不是相聚时难别亦难。人面看桃花，梦随流水到天涯，不知归为谁辛苦为谁忙。泪眼笑荒唐，人生苦短梦偏长，谁不是相聚时难别亦难。人面看桃花，梦随流水到天涯，不知归为谁辛苦为谁忙。是干什么的？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嗯。做什么生意啊？我是做山货生意的，本来是想到山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货。他呢？他是我的内人。哼，做生意哪有带着老婆出来的？你骗谁呀？堡主，这是他身上带的。嗯，哈，这是干什么的？这是防身用的。防身用的？做生意有用这个防身的吗？还不老实。哎呦哎呦啊哎呦。宋堡主，您不认识我了？我是玉娘啊。玉娘啊，差点没认出你来。哎，宋堡主，这位就是军统的特派员周胜先生，真的。啊，哈哈哈哈，误会误会，宋王，上茶。二位这么早到安宁堡，不会是来游山玩水的吧？嗨，看宋堡主说的，国难当头，哪还有这种闲情逸致啊？尤其周先生是重庆方面派来的特派员，更是处处以党国和抗日大局为己任。今天连夜赶到安宁堡，是因为历城市长傅修业的老婆投靠了日本人。我们估计傅修业很可能是汉奸，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连夜搜捕他，结果让这个老狐狸逃脱了，估计他是从陆路逃往百城。
那安宁堡就是他的必经之路。周特派员知道我曾经来过这儿，而且认识您，所以让我带他抄小路，提前赶到安宁堡。哦，是这么回事儿。你们连夜赶来肯定很辛苦了，是不是安排你们先休息一下？哦，不，不用了，我们公务在身，不敢怠慢。再说这傅秋叶随时都可能赶到。哎，你们不知道，我们安宁堡到处是岗哨，只要有人来，马上就会有人报告。啊，宋堡主说的对，我们也确实够累的了。那我们就给宋堡主添麻烦了。哎，你这话就见外了，咱们都是为了抗日大业嘛。啊，是是。管家，安排周先生和玉娘客房休息。二位请。谢谢。好，回头见。嗯。哎，小倩，是你们，快带我去见周家大姨。好。安宁堡真不愧是远近闻名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来过此地，一晃几十年都过去了，我都老了，可安宁堡还不减当年的雄姿啊。哎，今天安宁堡可真是不寻常的日子啊，市长亲临安宁堡是我们几辈子人的福气啊。啊，来来来，这两位你大概认识吧？好像有点面熟。可那你们呢？我们小百姓一个，哪里攀得上副市长这样的高枝啊？哪里？两位是？我是重庆来的军统特派员，这位小姐也是我们的人。是吗？军统出来的小姐个个都是有本事的。我已经早就领教过了。世道纷乱，副市长孤身一人，连个卫兵都没带，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一点私事，到朝天岭那边找一个亲戚，年景不好又生了病，我去看看他。副市长真是有心呐，不过附近情况很复杂吧，日本人经常过来，这山上不是土匪就是共产党，他们可都把你当成仇人呢。副市长还是小心点儿，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可就……要不要我们送送你啊？不用不用，心意我领了，我也只不过送一点钱过去，很快就走，没事没事。好，好，既然这样，请屋里坐，时间不早了，诸位先喝点茶，叙谈叙谈，休息一会儿。好，我叫他们去准备午饭。副市长，请吧。副市长，请吧。哎，怎么，副市长坐不住了？不，我想转一转，看看这安宁堡。那我陪你转转吧，这儿我熟。不敢劳您大驾。副市长，副市长，你是想去百城吧？我是到亲戚家有点事啊。副市长。早没事晚没事，偏偏现在有事。哎呀，我真的有事啊，真的。你是害怕了吧？不，想溜？不是。你这个老狐狸，你以为我暴露了，你怕我连累你？你想溜？你想躲起来？我你
你是一条狗，一条赖皮狗。我求你了，哎呦，嗯，哎呦，哦，啊！你看这，此地不可久留，赶紧走。好。站住！站住！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宋堡主，傅兴业刚才想逃跑，这个狗汉奸，在历城，军统已经盯他很久了，现在他想逃到百城去，我们这次是奉命前来收拾他的。哦，是吗？这么说，你们是为中国人除奸的英雄了？说英雄不敢当，我们只是奉命行事罢了。你奉的是谁的命？中岛正雄的吧？你这是什么意思？山口安里子，你不会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吧？什么？我的名字？我是……我们是军统的，你是？你是什么军统？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就是汉奸。你是什么人？敢跟我这样说话？在这大山里面，你说我们是什么来路呢？你们是共产党啊！啊，别误会，国共合作期间，咱们是一家人嘛。你说是不是？和一心抗日的国民党人合作，不和日本人的走狗合作。我说把他绑了。你们这，宋保守，你看这是，别动，谁动我就打死他！别管我，你别乱来，别管我，把他拿下！你敢动嫌宋保主，我保证让你连个完尸都没有。我不动他，你也别想动我。把门打开，快点，山口，把宋堡主放开，要不你今天就别想离开这儿。周家的，别管我，惩治日本人要紧。山口小姐，你不能抛下我不管呐。抱歉，任务在身，过不了了，走。你这个混蛋山口，你见死不救，你不得好死，我饶不了你。周家的，别管我，惩治日本人要紧呐。大哥，我对不住你了。啊！哎呀！阿叔，阿叔，风雨，歇会儿吧，你好像特别高兴啊。在寺庙里关了那么多天，真把我憋坏了，见不到你和女儿啊，比什么都难受。哎，一文哥上学去了吗？放心吧，司机会准时接他送他的。德文，怎么了？欢迎爸爸回来吗？爸爸，爸爸，爸爸，我的好女儿啊！爸爸，是啊，爸爸没有死啊，爸爸怎么会死呢？爸爸还要消灭日本鬼子呢，啊！一文，该走了。哦，快去吧。爸爸，我走了。好。哎，一文，爸爸活着的事啊，对谁也不要说，明白吗？这是军事机密吗？军事机密。军事机密，打死也不能讲，对吗？好。一文懂事了啊。哎，快去吧。再见。好。爸爸妈妈再见。再见。哎，啊，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今天啊，我要正式在军官们面前露面，布置于中岛的大决战。嗯，你呀，一提打日本
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还是夫人了解我呀，啊！三连三连，听到没有？请回答。好，你那里情况怎么样？啊？好，我记录一下。好了，我明白了，马上去报告。不对不对，让这边。我看这个是这次决战的关键。好的，是啊，我也知道这点。这场战役太重要了。司令。各位。咱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我戴冲宇没有死。现在我要带领弟兄们与中岛正雄决战，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二十师的厉害。这些日子让弟兄们为我担惊受怕了，我戴某在这里谢谢你们了，也快把我给憋死了。好，大家过来。你们看，这儿是安宁堡，正是我们和日本的中岛拉锯的地带。中岛原来是从南山向我们进攻的，为了彻底的歼灭他们，我计划把中岛吸引到安宁堡一带。安宁堡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前几天中岛正雄曾经秘密的到安宁堡视察过，看来他也看出了安宁堡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就是要把安宁堡作为诱饵，佯装我们要将安宁堡作为前沿指挥部，派人马上到安宁堡附近拉电线挖工事，让中岛感到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另外呢，再利用安宁堡的宋堡主给中岛正雄通风报信，迫使中岛抢在我们前面进入安宁堡。只要进入这个口袋里，我们马上从四面切断其指挥部与其他部队的联系，关起门来打狗。仲明，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戴将军，您太客气了，我会抓紧时间审讯大月玲子和山口安丽子，尽快从他们嘴里套出日本人的最新计划，这样可以配合你的作战部署。嗯，好，抓紧时间，我们分头行动。是。岳仲明，岳仲明，岳仲明，你提醒我呀，你杀我吧，用刑吧。岳仲明，你出来，你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不理我？我是山口安丽子，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岳仲明。好，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岳老弟，我真是对不起你，当初我要听你的劝告，我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啊。我对，能给我根烟抽吗？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下去吧。谢谢谢谢。走。看来山口也只是利用他，真正的樱花计划并没有泄露给他，从而陷害你，制造分裂。仲明，
我不管你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你一心为了抗日，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赤子之心，令我钦佩不已。如果你还能相信我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我愿意帮助你，和你一起彻底粉碎樱花计划，为南山战役消灭中党，和你并肩作战。不要说客气话了，我相信在这民族危亡之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长城，希望我们合作成功。岳仲明，你能原谅我吗？其实你也是上当受骗，不过要吸取教训。是，其实你对我们还是有用的啊。日本人绝不会因为山口和大月的失利放松对我们的进攻，他们会有新的阴谋出现。我希望你能动用军统的力量协助防务，与我们保持联系，配合二十师。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失败的。给钱。谢谢。你好，你就是新来代课的张老师吗？对。太好了，我们正为找不到代课老师发愁呢，请进吧。谢谢。啊，请进。同学们，这位就是新来代课的张婉清老师，从今天开始他就给你们上音乐课。同学们好，坐下。啊，张老师，您就上课吧。好的。同学们，从今天开始我就和大家一起学习了，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喜欢我。好了，你们认识了我，现在我也来认识一下大家。陈美玲到。张爱玲到。戴一文到。李小茹来吃吧，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又不高兴了？我没有不高兴，我是看到你对我这么好，可我在训练班对你那样，我还打过你，还逼你做那种事，我不是人。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现在不是也知道自己做错了吗？小倩，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事全都告诉你们，就算是为自己赎罪吧。这些天来我想了很多，其实我和你一样，我们都处在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梦想，都希望自己能享受人生的幸福，可我什么都没有，我被逼着为所谓的天皇，为圣战出卖自己的青春，出卖自己的肉体，对中国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小倩，我多少次想死，可你们不让我死，还对我这么好。大月，你看外面的阳光多好啊，只要你改恶从善，这美好的生活就是你的。来，我扶你到窗口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走。啊，
你很忙吧？啊，自从抓住山口安丽子，我到现在还没合过眼。你瘦多了。嗯。你要多注意身体。啊。时间多快啊，都七八年了。小倩，你看那不是岳中明和梅之兰吗？他们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小倩，你怎么了？啊，我喝点水。哎，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岳中明和梅之兰是天生的一对。大月，你又怎么了？之兰，你到医院做护士习惯吗？没什么，我习惯，以前我不是也干过吗？芷兰，我想请医院安排你护理大月玲子。什么？不，我不想再见到她。没关系，大月玲子现在已经有所觉悟，她知道是自己的罪恶造成中国人的仇恨，她也受到良知的煎熬。芷兰，我觉得由你来做最合适，用你的仇恨去监护他，用你的温情感化他，尽快把日本人的樱花计划交代出来，这对我们整个战役会有好处的。对不起，我做不到。你让我去护理日本间谍，谁来护理？谁来护理我那颗被他们摧残的心呢？你知道我父母是怎么惨死在他们的手下的吗？你知道我的师兄弟是怎么被他们杀死的吗？你知道中岛是怎么把我……别说了。对不起，芷兰，都是我不好，我收回这个决定。那就换人去吧。啊，我希望你振作起来。啊，我去找大月玲子，有时间我会来看你。小森哥，芷兰，还有什么事？小森哥，我去护理大月玲子。不，不用了。你不是说，为了这个战役的胜利，为了彻底消灭日本鬼子吗？在安宁堡，我亲眼看到宋小倩为了这个这么忍辱负重。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芷兰，你真是我的好芷兰。不，不，不！别哭了，别哭了，大月，别哭了。小倩，你怎么把他逗哭了？怎么是我逗的？是你。什么？怎么是我？刚才在花园里看见你和梅小姐。你过来。我和梅之兰谈工作，怎么能惹她呢？谈工作？会那么卿卿我我的？哎，今天这犯什么病啊？小倩，我找你有事。
什么事儿？你就这样子可爱。你还觉得我可爱呀？不惹你烦就不错了。怎么惹我烦呢？刚才梅芝兰还夸你呢。我有什么好夸的？梅小姐在你心里才是一枝花呢，不过我也挺喜欢她的。好了，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小倩，我真有要紧事，你马上赶回安宁堡，越快越好。让你阿叔去趟百城，向中岛报告说山口安丽子被我们抓住了。还有，一定要想办法让日本人知道二十师在安宁堡设立了前沿指挥部。嗯，快去吧。是。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我才二十多岁，我不想死，你救救我，我不想死啊。哦，医生刚才不是说了吗，没什么大问题，只是一点皮外伤。你放心，他们想杀你还没那么容易。他太狠了，没想到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了，他还是要对我下毒手。现在不会了，你放心，他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真的？嗯，就在昨天晚上。我早就知道他也是逃不掉的，日本是打不赢的。早知道，早知道怎么还来参加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呢？我是有原因的。原因？什么原因？知道认罪就好，我希望你能够彻底揭发中岛的阴谋，争取戴罪立功。起来吧。大月玲子，你敢不敢跟我去见山口安丽子？见山口安丽子？对，这正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把你自己对罪行的认识告诉他，叫他也能悔过自新。好吧。大月玲子，该
该换药了。坐下。姓名？哼，都睡在一张床上了，还问什么姓名？正面回答，不准你胡说。哼，胡说？你问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具体任务是什么？如果你被我抓住了，你会说吗？现在不是你抓住我，是我抓住你。所以，现在你该回答我的问题。此一时彼一时，谁知道呢？也许真有那么一天呢。周明，别跟他多费口舌了，把他交给咱们的兄弟来处理，保管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咱说一，他不敢说二。哼，你打算把我怎么样？打我，烧我，强奸我？你大不了把我杀了，这不正中了我的下怀吗？你好、啊，哎，我，你要是把我折腾死了，我还真要感谢你们呢。你，我现在让你见一个人。别害怕，你不用紧张，你们谈吧。你的伤好了吗？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也知道死不容易。好了，别这样，我也不能怪你，我也是没有办法，担子重压力大。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为什么要跑到别人的家里为来杀人？要是没有这场战争，那该多好！你我早就该穿着漂亮的和服出嫁了。我们的家乡现在该下雪了，在这个季节结婚，穿着橘黄色的和服，走在白色的雪地上，脚底下还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我别说了，我们首先是大日本的国民，其次才是女人。你没想到为国效力，还敢胡说这些？为国家效力，为国家效力，为什么不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为国家效力，却跑到别人的国家来烧杀抢掠？难道才几天的功夫你就被感化了吗？感化？什么感化？这些天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中国人用他们最宽大的胸怀对待我一个对他们犯下罪的人，他们为了救我，几个人用担架抬着我，把我送到医院抢救。他们从伤病员身上省下药为我治伤，他们强忍着自己被我们摧残的心灵精心地护理我。我每一天都在反省，可是我最恨的就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人，是他们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灾难，
对我们日本人也是一样。你难道忘了天皇，忘了我们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忘了中岛将军对我们的训导吗？这些精神，这些训导，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对日本又有什么好处？中岛简直是个恶魔，他不仅随便摧残我们的心灵，还摧残我们的肉体。说过了午夜就走，不再找留下的理由，可你把诺言留在门口，假装一切可以重新来过。我已找不到等你的借口，不再想让谎言刺伤我笑容，你也承认欠我太多，但所有保证都那么空洞。要一脸梦也放手，让我清清楚楚的出走，沉默不是酒，释放不了太久，心碎了还有什么谁对谁错。可我要一脸梦也放手，让我清清楚楚的出走，沉默不是酒，释放不了太久。